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这一期 TVBS 周刊的封面人物蔡淑臻。最近呢，我就在拍一部新戏，叫做《女王的诞生》，然后我在里面演一个很让人讨厌的迷魔，这样。但是呢，你知道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，大家会觉得，哇，经营财富，然后拥有很棒的外貌，他什么都有了。那像这样的人通常会让大家觉得羡慕，那但她像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女孩子，她其实也失去了很多的东西，比如说她找不到成就感，她不知道她的生命里面她要追求什么。那我在里面跟锦华的对手戏很多，因为她是一个就是努力了十年但是还是都不会红的模特儿，对，然后这部戏拍起来非常的有趣，还有佳芊姐她非常的搞笑，经验很有趣，然后我很 enjoy 在这个过程当中。 anyway 就是玩得很开心，然后我觉得这部戏一定会非常好笑，也非常好看，我希望大家准时收看 TVBS 周刊，我的时尚生活周刊。我去赶飞机了。